那现在准备出发，去台中火车站看灯光秀喽。美丽的泡沫虽然一刹花火，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。一起呢来感受超过100年，超过100年历史，也是全台湾的国定古迹，有台中火车站前，请您席地而坐，一起来期待，谢谢。
我是爱控麦，爱骑车，还喜欢管理社团，解决社团问题过天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